我们来念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11:19-30。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段话，对，请。这一段的经文，假如我们来找它一个 keyword 的话，就是找到一个属灵的同伴。那等一下牧师分享完毕的时候，我会想邀请我们当中，你可不可以分享说，在过去以来到现在，你曾经得到哪一位属灵同伴的帮助跟关切？在过去以来到现在。然后或者我们可以分享是在过去的到现在我成为别人的属灵帮属灵同伴。我们要祷告上帝，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属灵同伴，同时别人也可以帮助你成为属灵同伴，这是很重要的。特别当我们在推动小组事工当中，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人他成为你的属灵上的同伴。有人说这个人是不是你最亲的人，是不是就是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不一定。有的时候说实在，我们不太会，反而不太会跟自己的配偶讲一些东西。为什么不讲？因为每次讲他都会反对。我不是指我的对，大部分我发现的都比较不是自己的配偶，要不然就是说，你会通常会这样听到一句话，我认为是这样，然后对方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一直讲不是这样的，干脆我就不讲话了。然后你对我讲了，老公你怎么不讲话了？我就不想讲了。常常会有这个状况在。好，我们会回过头来专注在这个经文当中。你想看看这个经文当中才描写到是这个安提阿的这个基督徒大破坏才没有多久的时间，而圣灵却是把这个感动了放在巴拿巴的身上，大家都不敢去，巴拿巴去了，去找谁呢？去找这个在大树。在北边这个小小的一个镇上，去把这个保罗带回来。他在那个地方应该已经禁食祷告，或者说在那边灵修，在一个祷告山，所谓的祷告山，那边很久了。我相信他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羞愧了，干嘛？可是你要他重新回来，别人找他，比你自己去说，你可不可以接纳我来得更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怕是我能不能被人家接纳的问题。上个礼拜六，牧师晚上开始在青少期亲戚那边开始教导他们小组。我后来问他们问题说，牧师现在55岁了，请问一下，我还不可以，还不可以，哎，我还不能，可不可以？哎，今天怎么搞的？可不可以被你们接纳？啊，因为我看他们也是听牧师讲的，他们也笑翻天了。他们后来也是这样点头，不知道是笑点头了，还是接纳牧师了。看起来好像可以，我心里面有稍稍放下一点心了。我们最怕的不是说我想跟你亲近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在小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去贴近一个人，人家要不要喜不喜欢被你贴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去评估人家，我们忘记人家也评估我，人家也评估你，你不喜欢人家，人家才不喜欢我们呢。那问题，当基督徒的时候，如果不被人接纳的时候，那是多么样一个困窘的一件事情。何况我们总认为心中有满腔的属灵的宝贝，想要透过这个关系给你。所以 spiritual companion 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你需要一个同伴。而这个同伴呢，有几个东西我们要一起来分享。这个同伴呢，是他要给你爱，我们真的有时候需要爱，而这个爱不只是从家里面的亲人给我的爱，而可能也要从同事间给我的爱，教会同工之间给我的支持。所以我们同工之间呢，我劝大家碰面的时候呢，除了平安之外，私底下要常常称赞他，要称赞他哦。你们称赞牧师，我称赞你们。像今天那个李长老，牧师交代的工作，他很认真，就在下面啊，都没有灯没有开。我说长老，你怎么可以坐这边？你到办公室，到牧长那个牧师那个办公桌去坐呢？你去处理那个东西啊。有时候荣照在做的东西，我也跟他说，荣照你很辛苦，看他动作比较辛苦一点。我跟他一起来整理这个地方。人耶稣必须要这样子来很正面跟他讲，不一定说在众人面前这样夸口，你碰到他了说谢谢你，我那一天看到你做了这个事情让我很感动，那天你说了一句话，那你做了什么事情，谢谢你，说你煮的菜我很喜欢，所以我一定会讲啊，今天是谁煮的菜，我们拍手谢谢他啊，因为礼拜天的都是外汇的嘛，总不好谢谢外汇，外汇就不存在。你周三、周四过去这个松联大学的时候，都有人主动，一定会谢谢他们。小事一谢谢，我们会肯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同伴，你要支持他。第二个呢，你要知道，我们都有那个死角。那么。彼得前书5:8告诉我们说，勿要谨守警醒，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在这一面上面，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戴上一些的面具，可是另外一面，有人需要跟我们说诚实的话。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的配偶会说实话，因为配偶不太敢讲，一讲而被骂，然后呢，你可能告诉他。因此啊，不要一个人孤独在教会游荡，好像飘来飘去一样，你必须是一个一起给你扶持的。苦苦伶仃的基督徒，我会认为是有问题。好，第四个，同伴彼此相爱，我们是履行了上帝的一个命令。因为约翰福音13:34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什么命令，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当然是有这个行动上的配搭，看到哪一个比较软弱了，我们就给他帮助。第五个，属灵同伴的重要就是帮助他突破属灵上的困境。
我之前讲过这个故事了，其实圣经大家都蛮熟的。四个人把一个摊子坠下来，带到耶稣的面前，许多人，许多人常常进出在教会，突然间没有看见。这个时候旁边就讲：“哎，有一段时间没看过某某人了，我们来联络一下好不好？”结果打了电话才知道，他已经病了，有一段时间，而且不方便来到教会。哇，这个时候我们就两三个人一起去看他嘛，把他帮助他，能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帮助他突破。因为有的人瘫在那个地方，他真的连站都站不起来，他连说话都不能说。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人主动把他带起来。属灵同伴有一个好的榜样，彼此扶持的时候呢，人都是这样，你会有一种羡慕的这种心态，彼此扶持。就像这个保罗跟提摩太所讲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跟和平。你做给我看，我看着你，我跟着你，你变成我的属灵同伴。早上跟干事们分享的时候，我现在做一个例子了啊，等一下邀请你们也上来分享一下好吗？在我一生当中，可以讲是我属灵同伴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的父亲啊。但是他不是他说的话，他说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因为我印象深刻是国中啊、初中啊、高中啊，难得放假的时候，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啊，同时都放假了，放假一定到山上去。这个山上不是现在我们这个指路交通这么方便的状态，不是，是交通很不好的状态。然后那个餐桌特别大，那个餐桌到现在我们还在用，超过有70-80年的。我的父亲就抓住这个机会，早餐的时候呢，就连同妈妈就七个人，他就叫我们打开圣经箴言书，一张一张的读，一节一节的解释。饭菜啊，摆在那个桌上啊，不知道是为了要吃还是要供奉，你知道吗？一个小时呢，我们那时候是没有表啊，你可以看那个小孩子的表情，在那边像那个，但是爸爸还会拍桌子，不准动。他拿出他的警察的那个威严，训斥我们。我们都很怕他，他打人特别痛。那因为我是老幺，轮不到我的时候，轮不到我做错事了。哥哥先都被惩罚，惩罚到最后了，看这个最小没什么错事，轻轻打一下。我反而不是认为这个是他是我的属灵导师，我反而认为是我跟着他到山上去，这个草很高，比我个子还要高，要到了另外一个工地去工作，看他用刀这么有力量把那个草一次一次的戳断，走过去一开一条路，我们到那边工作，时间到了他会饮水给我喝，他会弄一些东西给我们吃。你知道这些年当中，我这个画面都没有曾经没有断过，他带路让我平安的走过去，他像一座山一样，他是我的一个属灵导师。属灵同伴也同时带给我们带道的果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你的心中有感动，找别人来一起来分享祷告，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一起来祷告。再来第六个，耶稣设立属灵同伴做什么？差派他们去传福音。所以因此小组，如果我们将来是区长或者邀请人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以两个人，可以三个人，一个人传讲，一个人在旁边祷告，
那如果是另外第三个人的话，第三个人帮忙呢，去照顾那个很调皮的小鬼，跑来跑去。有电话响，替他先接一下，让这个传福音的环境是在一个很好进行的状况之下。我们看见圣经当中，但以理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在危急的过程当中，他们彼此祷告，上帝垂听他们。我们也看见摩西的同伴亚伦跟户珥，摩西何时举手的时候，以色列他们就赢了腓力斯人；何时摩西的手发酸沉下来，以色列就打败仗。我们旁边真的需要有人提醒，这个人有可能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有可能这个时段当中，在那个环境当中是另外别的人，都有可能。属灵同伴一般来讲，除了你自己的同配偶之外，尽量不要找异性的，找同性的。当然我们都很信任彼此，就是说你有属灵的这种成熟度了，可是毕竟孤家寡女还是避免一下比较好。像如果有异性的人到牧师馆，师母一定在旁边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有的时候不是怕牧师的问题，是怕别人攻击牧师的问题。彼此接纳，彼此带导，彼此信任，不传舌，彼此饶恕，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这是非常重要属灵的 companion。你发现在主耶稣的门徒当中啊，他们也是非常的团队的在一起，耶稣常常让他们彼此学习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属灵同伴有很大的原则，不是一直说好话给对方啊，我们太多时候听好话，要勇敢，有的时候扮一点黑脸。雅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第五章十九节二十节说，我的弟兄，你们中间如果有失迷真道的话，有人使他回转，这个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于灵魂不死，而且遮盖了许许多多的罪。我如果成为你的属灵同伴，对不起，我如果认为不应该的，我一定要纠正。在我们的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同工干部的，在什么地方如果是错的时候，你一定要勇敢跟他说。好，这边牵涉到一个问题，我认为有问题，特别是我们要注意到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当然我们不是说做事情处处讨你的喜欢，问题是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他在讲的事情就是说，别人的信心没有你那么坚强了，你不要那么样的好像怎么讲都不顾别人的一个立场，因为如此我就暂时失去这个自由，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的耶稣为了我们失去他的自由，连他的性命都失去了，难道你都不愿意吗？撒旦的最大的招数给我们一种杀戮，属灵上的教就是死爱面子，撒旦的一个招数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要承认一下，我们会是一个属灵的摊子，我们有可能没有办法抵挡到诱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有可能我们没办法抵挡，我们必须经历过。最近有时候我听到教会当中一些的故事，我听见的时候发现，上帝允许我们许多人碰到很大很大的患难，但是我听到这个故事很多次的，绝大部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是上帝刻意不要你成功，免得后面的那种跌倒更加的可怕。我听到许多的见证，
都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上帝允许很大的患难，可能是病痛，或者是整个的家道重挫，原来背后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是神的拯救，宁可不要你成功在世上。所以在这个地方，牧师最后要分享守望，就是属灵岛守灵的同伴是守望。守望什么？替你 看着，你也替我看着，我们彼此之间互相看着。有五个祝福，请大家可以写在，如果你有笔记写起来。这个祝福刚好就是英文是 bless。第一个 B， 为你的对方的身体祷告 ，body 祷告。我们需要吃的健康，我们需要活得很好。你开始纪念他，所以如果各位如果有在为这个啊慕道友祷告是吧？第一个为他的身体来祷告。他如果身体欠缺的话，第一个你马上考虑他生理上的需要。第二个 L labor 就是他的工作，他的学习。有很多人工作非常不好，有工作没工作常常 不好。那工作也是上帝要祝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他这个人是不是已经被工作缠住了，被工作缠住。有的人到这个地步去，不是为了啊，不是为了赚钱，而是那个成就，你知道吗？他几乎把他的成就当作他自己的上帝。第三个是 emotion， 是情绪，为你的朋友的情绪祷告。啊，牧师要承认，这两天我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但是看不太出来。为什么不稳定？我发现我的腰椎因为坐得太久。为什么会坐那么久？一直在讲道，一直在读。有时候干事跟我讲啊，牧师你那个经文要跟我决定一下哦，我没有办法马上回答，因为我要准备那么样多的大大小小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必须看这个经文我究竟要讲什么，那也花了我的时间。假如说我一天大概有四个钟头让我准备，我觉得还可以，但是这些日子都超过了，我很喘息，我很喘息。所以等一下祷告又为牧师祷告，我的脑袋一这个打来打去，我很怕一个状况，说现在的讲道我搞不好是把另外的讲道拿来这边讲道，会搞错。真的人会这个样子，我不敢随便说我在年轻了，因为我会想到我大哥是在这个年龄，他也出状况的时候，我也会刺那么一下，哦，上帝会吗？这里会害怕，有时候会吓一跳。所以为了你们缘故，我自己会保护自己。可是现在这个状况来了，这就是状况来了。一方面对自己神的话语我必须禁止，可是一方面，哦，我会担心我自己能不能够吃得下去。 emotion 有的是为事情，有的是为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学习一个人的情绪要能够控制好。第一个慢，减少。像我今天在这边，我看这个很脏，我拿我的这个那个吸尘器这样的吸吸，我看地，我就趴在上面。那上帝啊，躺在那里也真舒服啊！我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希望有一天不要讲到讲到一半，我就躺在地上，我在这说话，你们会吓一跳。每一个人的情绪都必须保持 stable 的状况，因为情绪好的时候表示你这个人属灵是生命是健康的，你的判断就比较准确。在太多的事情搅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身体状况会不好。所以牧师也不希望你服侍太多在一个地方，
所以你会看牧师邀请你的工作分开来的，要分开来。第四个 S， bless 第四个 S， social 人际关系，为那个人的人际关系祷告。有些基督徒的人际关系真的差的太差了，他不讲话还好，一讲话就得罪人。哎，他交给他负责，他尽职，他非常的尽职，但人都跑光光了。你问他你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很尽职啊。那你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交给你的人都跑光光了？你怎么说话？我没有说什么话，我只是说比较毒一点而已啊。有可能 social 有问题。我们在教会的人的人际关系要好，同时要检验哦，你在家里的人际关系也不错。一般来讲，家里的 social 人际关系不太好，你在外面的人际关系也不太好。一个从小长大是跋扈的孩子，他在工作场合的当中也是跋扈的，他在家里面没有互相帮助，没有互相的这个协助，他在公司的工作当中也不会这样子，他的职务越高越危险。日本不是一个骗子吗？那个男主角是这样的吗？没有一种分享的心，人际关系可以看出这个人愿不愿奉献，当仆人最容易检验的出来。第四个，第五个 ，spiritual， 灵命。有一些人，他们被罪恶捆绑。客家人，很多人不是太太一个来教会，就是先生一个来教会。他们会说：“等我的上一代怎么样怎样，我们再来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很担心、害怕，所以要为这样的人来祷告，为这样的人祷告。所以你就变成他的属灵好朋友啊。盼望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来学习，我们需要别人成为我的好的属灵同伴，但上帝也给我们这样一个责任，说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你成熟了也可以帮助别人成为他的属灵同伴。我很盼望我们教会这个属灵同伴的牵线啊，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啊。有可能这个时候你可以祷告说，主啊，你要我跟哪一位，或两三个，不一定是两个，两三个四个都可以，互相的在一起奔走这个信仰的道路。